恋爱最怕遇到渣男，就有姓名学专家指出，姓名中有天冠，较大几率是渣男。陈大天。近期也有女网友发文表示，找到渣男定律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只要名字声调是圈声、擦声、圈声组合，就会很危险。什么意思？请问圈擦圈分别是几声？来，一声、二声、三声啊，二四二。二四二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啊啊啊啊！哇！哎，还好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哎，真的哎，哎，蛮准嘞，很准嘞，很准，哎，不是你们就说很准，没水准呢，十二亿凡，梁鹤群，我想不要的，梁鹤啊，梁鹤群哦，梁鹤群也，梁鹤群应该也是属于那种花心型的啦，但是因为它局限于外貌。局限了，那这一种叫花不动。OK， 可惜。下面一题，处理。知名交友软体统计，平均每天会有10亿次的配对请求，男性配对成功率9%，女性56%。简单了。此外，更有实验发现，男性在账号中放上圈圈擦的照片，配对率会提升113%，效果最好。什么东西？请问？圈圈擦是指什么东西？来，一二三，抢答。什么？来，幺幺。是我健身房。健身房不对，不对。好，豆豆，一人可以答一个。来来。抱宠物，跟宠物。哦，猫小孩也不对，猫小孩。我以为是这个哎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提示。啊，你要抢答才是提示。抢答。撒娇给撒娇，我抢答。分数那么低，但是我也没有答案呐。我可，好了，你再给我那个声音打下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提示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某种车款，三个字，车款，保时捷，它就是三个字。三个字的车款，某种车款，车款，某种车款。好，三秒，来，两秒，一秒。好，没有答案。好，没有答案，你就乱猜啊！随便猜一个车款啊。特斯拉。恭喜答对！哇，是什么？特斯拉 Model 3提升100了 ，Model S。哦。啊，也有保时捷啊。Porsche 啊，如果放上 Tesla P100D。那不是提升1000了？哎，对啊，是这样算的吗？对啊，他可以买三部 Model S 啊。哦，对啊，好，恭喜特斯拉获奖，好吧。